还请诸位暂时回避，钟某要处理些事情。这是要关门打狗的。这个大茶王妃的茶艺弟子，怕不是要扛出来喽。这位师弟，方才的确是我有些失礼，还望莫怪。朱师兄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你现在明明恨不得想掐死我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立即离开。这是何意？